文化部下半夜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成功新秀舞台活动，今年是第四届的，希望提供台湾戏曲一个舞台，和部后生人做着相互的交流。今年总共有12团同18个戏曲新秀，而来展现出台湾戏曲的精神，韩国同期传承下去。这样讲讲的社团，从曲从的一点赞，展现出戏曲从念打作的功夫。戏曲的后生角色，同最精彩的部分，从观众面头前呈现。今年成功新秀舞台，同往年同样，同台湾五种传统戏曲结合起来，来传承戏曲文化的精神。台湾戏曲的未来是寄望在青年戏曲演员身上，而青年戏曲演员他是不是能够继承？师长们的这个教导，把这个他们的看家戏、拿手戏，很坚实的继承下来，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观察，台湾戏曲发展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准。用心客家采茶剧团对头一届都也下都当三万来参加，今年做的戏主要是文戏，按到很把情意，戏都方有动态部分是三个对唱，节奏分明，希望充分展现出客家三个同客家采茶戏有结站。你也就亲传统的人，一个采茶戏三角采茶，转太戏的时间，也一只阿粗老一只阿丹呢。你啊，基本上来讲，嘿，三角采茶的一个本质是改编出来的戏耶。戏曲新秀舞台呢，有老师、有导演帮我们排戏、抠戏，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种可以让自己在的技艺上更提升。对于我而言，我觉得不仅是一个舞台，就是这个成功，这个不仅对于我们乱台戏而言是一个舞台。然后也是一个推广的 好地方。除了永兴客家采茶剧团以外，今年还邀请到南埔彩地的团队、小琴歌剧团同民发演乐团，连登八场的表演，希望民众能认识客家戏、歌戏、南台戏等五种台湾经典的戏曲，打破皮肉后唱的来维护台湾传统的戏曲文化。客家新闻王英赤、涂子玲台北报道。